真是太精彩了。好，我们常常说爱是不分种族，爱不分贵贱，只要您伸出您的双手，哪怕是一只小小的手，它也是代表温暖的象征。所以我们常说无声胜有声，今天我们就来表演这首人间有爱的手语表演，我们再一次掌声，快乐伙伴的演出。人间处处是温情，人在温暖之中却代表爱的象征。今天我们就用最大的温情来表现手语歌的表演。